库肯霍夫，在荷兰文中译为"厨房花园"，这是因为15世纪时园内主要种植贵族厨房所需的草药和蔬菜，又称欧洲花园，在荷兰利瑟市附近，离阿姆斯特丹38公里，占地33公顷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园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花，但以郁金香为主。每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对外开放，接待世界各地来的游客。